说到中华国乐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啊，可以说是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当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从2016年开始呢，国家大剧院就推出了民乐艺术品牌中华情怀民乐名家，旨在呢去汇集顶流的艺术家、一流的艺术团体，以多样的形式啊为大家展现国乐之美。那么今天呢，这场超大规模的国运悠长2022民族管弦乐新年音乐会啊，可谓是名家云集，肯定能让大家欣赏到一个视听上的盛宴。而且呢，本期的导赏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介绍这位呢，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琵琶演奏家吴玉霞老师，欢迎您。主持人好。下边介绍的这位呢，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一级作曲家赵东升老师，欢迎您。主持人好。这一到腊月呢，可能大家都准备过年了。您看这民俗谚语里边也会说到，他们小寒大寒又一年，过了腊八90年，句句不离年。这个时候呢，按照民俗来说，已经腊月20了，就是春节的序曲了，大家都在准备置办年货，准备过年。其实现在年货除了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想问问吴老师啊，在这个春节，我们的这个民乐艺术家们为观众献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年贺礼？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在这个两节期间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对，但是我们想，就是维也纳有新年音乐会，我们为什么没有属于我们中国民乐人自己的节日呢？所以中华情怀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所以这次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和北京民族乐团这四家在京的最优秀的艺术团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中华情怀的艺术展演当中，对中华情怀这个栏目的一种钟情，而且从我们民族音乐的传播者来说，我们觉得利用这样的一个年节去做一个国运悠长的一个民族音乐会是非常有理由的。那么很多的人说中华文明5000年，我们并不怀疑，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当今的中国人如何传扬你的文明和你的文化精神。所以民族艺术的传播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年节喜气的日子，我们献上一台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唱响的民族音乐会，是我们长期从事民乐工作者有一种责任和一种期待，所以这也是新年的祝福。其实说到这个民族音乐会，我觉得听到这个词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就像您说的，几年之前可能大家固有的认知，新年音乐会这个新年说的是1月1号元旦，是这个音乐会呢一定是这个西洋乐团的交响乐。对，但这次不一样，我们说的新年是中国人的年，对，这个音乐会是民乐。那么这种转变或者这种策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灵感？就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其实在中国的观众这个当中呢，那应该是热土熟壤，因为这个我们是中华民族嘛，对吧？我们的根脉、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音乐都是扎根在我们中华这块热土上的，所以说我们的民族音乐这个作为一场这个专场的音乐会，对于观众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也有一些不同，这回因为是我们四大院团组成了这么一个联合乐团，所以说在观众的这个感知上面，可能这也是属于头一次。那说到现在啊，咱们的这个国学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受到年轻人的重视，那么对于这种新媒体的传播，对于民乐的传播，二位有什么感受？其实大数据时代其实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畅想。那么其实中国的民族音乐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从草堂到华堂到殿堂，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无论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展现，那么我觉得只要老百姓喜欢，它都有存在的可能。那么比如说像殿堂级的，像我们国家大剧院这样的艺术呈现，大家都会觉得它有它的一个高度，有一个呈现的方式。包括职业音乐人，他在这样的一个殿堂当中去呈现艺术的时候，他一定是技艺融合，一定是把自己最高超的技艺用最直接的语言
而且是让大家能够就是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份精致的分享。嗯，这个精致它包含了技术和艺术的一个高超，它的一种整体的融合。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和有容乃大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的一种层次和境界，是我们职业音乐人所追求的。所以我们渴望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殿堂，但是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在我们的民俗民风当中又时时伴随着我们的民俗文化。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中华民族植根于我们的土壤的我们的民族艺术是随时可以听到看到。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无论是在草堂还是在华堂，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拿出这个殿堂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那叫单一。所以我个人的审美取向和我自己的一个审美意识当中一直这样告诫自己，要有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精神。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几千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精神性的一个引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他这个在网络上面那么有一群的年轻人喜欢，或者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氛围里面有一波老年人喜欢，或者是不同的艺术的品种它能够呈现有不同的圈粉，我觉得都只要是健康的，只要是有利于我们身心的这样的一种愉悦的，都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在我们的业内必定是有一个严肃的严谨的一个标准，专业的标准。那刚才赵老师说啊，这次是在京的四个顶级的艺术团体，然后呢这是首次呈现，可能的观众也更想知道一些，比如这里边有哪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哎，吴老师您给介绍这里面呢，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它通常会划分为四大声部，吹拉弹打，所以我们精选了四个节目和四个这个方面的代表性的演奏家。比如说古筝演奏家王中山，他这次带领当代的优秀的青年演奏家，他们五位一起来演奏那么一首经典的名曲，而且可以看出就是我们弹拨乐自身的独特和魅力。还有就是拉弦乐，比如说在我们的众多的民乐的表达的形式当中，我们有独奏、有重奏、有协奏有独奏和乐队的这样的一种呼应。所以我们选择一首由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邓建栋首演的第一二胡狂想曲。所以这样的作品其实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节选，但是带来的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吹拉弹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弓弦类的乐器。那么管乐我们请到了这个在业界的一众的艺术家，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冯小泉、石海滨、会同、洪艳秋，还有我们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叫史楠楠。那么这四位演奏家来演奏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名曲《百鸟朝凤》。我们设计了一个在台上台下互动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安排。怎么互动呢？怎么互动呢？百鸟争鸣。对，因为百鸟朝凤嘛。那我们台上有四位顶级的演奏家，那我们台下在观众席里边我们又安排了14位，就是在不同的点位上都安排了这个演奏家们在里边。其实也有一种寓意叫传承。对，是老师们的学生。从演奏上面，从音响上面立体的一种声场，就是多维的这么一种层次，给的观众的前后左右上下他都在鸟鸣鸟叫这个现场气氛非常非常好，沉浸式。对对对，沉浸式啊。那么还有一首，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明年即将要迎来的是虎年。对啊，那么我们打击乐呈现的是这个龙腾虎跃，它本身是李明雄先生创作的一首经典作品。对的。那么我们以这个演奏家朱建平有这个宋义博那么还有我们马林，他们的精彩演绎非常的可以说亮丽，在这个舞台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作品黄钟大吕、梁霄影、吹拉弹打、满庭芳，再加上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活跃在这个国内外特别知名的指挥家
彭家鹏，嗯，他带领着这么多的艺术家，无论是独奏家们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团队呈现的优秀，真是让我们作为在现场聆听的观众特别的激动。嗯，整个音乐会它时长承载毕竟是有限的，嗯，那么这个传统的久演不衰的节目和新创作的节目，这种编排取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一场音乐会要把各个方方面面能够汇聚到一起是有难度的，嗯，但是我们还是聚焦了几个主题，嗯，那么我们上半场基本上是锁定在一个民族风情和民族风韵上面。比如说第一首春节序曲，这个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家李焕之先生创作的家喻户晓的一首春节序曲。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年节喜庆的时候，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就是有一种过年的气氛。对，它已经伴随我们多少代人这样生活了，嗯，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个生活场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我们一定是首选这首。当然这个乐曲是取材于这个陕北秧歌调。我记得应该是2013年，我随文化部去陕北采风的时候啊，我见到一个民族音乐的这么一个民间歌手呢，他就唱了一个旋律，就是我们采风嘛，说你唱一点东西，我们这个学习一下。完了，他呢就给我随口就唱出来一句，他问老师你贵姓？我说我姓赵啊，那我就清楚了。赵老师呀，你来到我这里。呵呵，家人真呀真欢喜，就唱出来了，就特别自然的就流露出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春节序曲里边的中间的这个慢板部分，就是哩来哩哆哆啦哆啦哩哆，就是这个旋律。所以说他这个那个时代创作的这个作品呢，是可以说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民间这块土壤里边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也像这个总书记说的，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觉得这首作品基本上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在其中呢还有一首瑶族舞曲，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首任会长彭修文先生，他根据这个管弦乐曲改编的瑶族舞曲。其实我觉得这么一改编呢，更这个原汁原味了。因为我们中国的音乐，一则是五声音乐，还有我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特质，就是它有腔性，就带腔性，嗯，啊，它不是颤音，它是腔。我们这个经常像我们最早的那些乐谱啊，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都是在这个演奏者这二次创作的时候，他把它再加了一些有腔性啊，叫我们俗称叫加花变奏啊，什么类似像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话，用我们民族管弦乐器来奏这个瑶族舞曲，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要比这个西乐队的更要难，而且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中国人的这种感情。而且呢，你像他在这个乐曲当中啊，真的让你能切实感受到这种从轻歌慢舞到载歌载舞，又到欢歌热舞，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节日的这个氛围啊，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欢快，越来就是在这么一个氛围中结束的全曲。所以说这个曲子呢，也是我们广为流传的一首经典的这个民族管弦乐的一个作品。包括还有一首这个新创的叫这个七彩之河，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位中青年的作曲家，基本上是一种内蒙古风格的作品，特点特别明显。七彩之河呢，就是把声乐的技巧器乐化，他用器乐来表现了这个呼麦的实际效果。他用低音呢展示这个，展示这个东西，在高音区呢展示那个高音的时候，他用二胡的泛音，就是恰恰表现的那种这个很空灵很通透的那个就是用二胡来表现的。那咱们这音乐会还有哪些曲目的编排呢？还有音乐大师赵继平的古槐寻根，这也是我们音乐会常演的一首，非常有意境，瞬间把你拉到那个年代的那种安宁祥和村落里边那么一种朴实的这么一种真实的一种感觉。还有一首就是这个最后我们的压轴的
叫《我的祖国》。那么经过我们刘文金先生他的这个改编呢，其实是有了不同的一种感受。他把民间音乐《淘金令》呢加在这个《我的祖国》这首歌的中间了。一个是《我的祖国》，一个是《淘金令》啊，其实在旋律上面和调式上面都不相同，包括这个节奏，包括速度上面都不相同，但是你听起来毫无违和之感。嗯，到底要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这么一个感觉，有机的融合了。对，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候，那个乐曲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的氛围，瞬间爆发出一个巨大的高潮，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属于乐声共振，钟鼓齐鸣，在这种情况下，表达了我们在场上所有的演奏员，包括他们代表的全国的所有的民乐人，对祖国的一个衷心的赞美和一个衷心的祝福，也是一个衷心的讴歌，也讴歌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也讴歌了我们辉煌的民族音乐屹立在世界音乐之林。嗯，其实我觉得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啊，就是说它一想起来就能够直观的把你带到氛围当中，但是它又不会制约你的想象力。是，我们可以在乐曲当中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感受祖国大江南北过年的那个氛围。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赏析。我总结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咱们有顶级的艺术家，一流的艺术团队，包括多样的展现形式，肯定能让各位观众感受到国乐之美。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民乐的音乐会啊，以后必将成为一个文化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不光是展现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也会把这几年我们的创新成果更好地展现给大家。再次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北京民族乐团在这里举办国运悠长2022中国民族管弦乐新年音乐会，请允许我代表参加演出的全体演职员向大家献上美好的祝愿，祝大家健康、平安、幸福、愉快。音乐会现在开始，乐队首席著名的演奏家唐峰，掌声有请本场音乐会的指挥，著名指挥家彭嘉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们，国运悠长新年音乐会到此结束，祝大家晚安，再见。